大家好，猫叔今日继续食呢个牛肉饭。咁啊，之前咧已经试咗，都有试咗三款啦，咁样。咁啊 ，SMB 啦，个永谷园啦，咁啱啱再对上一次就食咗个一个月亭咁样嘅月韵月啊，嗰个咁样嘅牛肉饭调理包。咁啊，希望咧就想睇下点样可以尽量重现一下喺日本食牛肉饭嗰个味道。今次咧就试呢一款咧，听讲话咧系即食调理包嗰个食牛肉饭嗰个层面上面咧，系最能够重现得到牛肉饭嗰、那个即日本牛肉牛当饭嘅嗰个味道嘅，就系、是、呢、这个就系固力果出嘅 The Bulletin 牛肉饭嘅调理包。點解貓叔今次會揀呢一款呢？其實呢一個咧，呢個牌子咧，其實咧都唔差嘅，因為佢除咗嗰個牛肉飯之外咧，佢仲有一個親子檔、中華檔。咁啊 ，total 咧就有五盒裝嘅呢啲咁嘅飯咧，就有五款嘅。咁另外咧，佢咧仲有三四款咧係咖喱。咁啊，日本咖喱咧，基本上咧我都試咗。唔少咧，都發覺咧，其實個味道係差唔多，因為咧俾個咖喱味咧冚曬啲嘢。雖然佢想話咩和牛又好，又咩海鮮帶子乜嘢咧，食落去咧啲味道差唔多。咁所以咧今次咧我就揀咗呢一款。咁因為我食開，即係我而家要揀開食個牛肉飯嘛。咁所以咧今次繼續食呢一個。咁呢一款固力果出呢一款 The Bulletin 咧，佢好多時候咧都會做event 嘅。咁而家眼見呢一個咁樣嘅綠色呢一個 line 呢一個 event 係咩咧？就係、去到今年8月20日咧，就會你買呢一個盒裝嘅又有袋裝嘅有，盒裝有300個名額，袋裝有200個名額咁樣。咁咧就會去抽出呢兩嚿咩嚟嘅咧？係啊，我以為公仔嚟嘅，點知咧原來唔係，佢呢度上邊有寫噶啦，有一個 speaker Brown 同埋阿 Sally 嘅。我估應該都是藍牙 speaker 噶啦，咁樣。咁但係都唔使諗噶啦。其實呢啲類咁樣嘅抽獎咧，如果喺海外屬於海外人士咧，唔係日本人咧，咁基本上係你冇辦法抽到嘅，因為咧佢係需要你要 send 短信過去嘅。咁咧喺日本咧，你係超級難出嗰個電話卡，你要打工咧，好似都好難出嘅。咁出個電話卡嘅時候咧，就會跟埋個 email 嘅，咁所以咧，你用其他嘅 email 咧係冇用嘅，佢係一定要用嗰個手提電話嗰個發信咧，先至去抽到抽獎嗰類嘢咧，咁咧就先至可以做到嘅，咁呢個就真係大智，呢啲真係智慧嘅呢啲咁啊，犀利啊呢啲，好似台灣阿唐鳳咁犀利係嘛啊！唔係話單單咧，我見過阿斯芬佐就喺度得個乜吹246咁樣啦。OK， 咁啊講翻呢一個牛肉飯嘅調理包啊。咁佢望落咧都幾有趣嘅，因為咧佢見到咧我上次食嗰包咧仲咩唔知幾廿年嘅老字號嘅牛肉飯咧咁樣。嗰包嘅40幾蚊咧，佢會有一啲嗰啲舉藥師啊，呢一個都有，佢喺個盒面上邊啊，呢個盒面上邊都有咁樣。咁睇佢嗰啲廣告咧，其實都幾有趣嘅，都好似感覺上好似真係可以重現得到嗰、那個出邊食嗰、那個。嗰啲去餐廳食嗰種咁嘅感覺嘅，佢啲 CM 佢嗰啲 CM 多數都係咁。呢一個 CM 咧就比較有呢兩個 CM 都幾有趣嘅，係嗰陣坐低嗌飯，跟住咧就嗰啲職人咧，即係煮飯嗰啲人咧就喺度煲水，跟住咧嗰個人咧就錄嗰、那個錄咧錄呢個啊包呢個裏邊嗰個調理包，跟住咧就倒落去嗰個飯面嗰度，咁倒落個飯面嗰度咧咁樣攞出嚟咁樣，即係。好像感覺上是完全俾你感受得到是一個餐廳，喺一個出邊食料理亭的餐廳咁樣嘅感覺咁樣。而家我哋睇下
乜海呢啲嘢冇咩冇咩難度啊，係咪先？不過想完整啲咧，誒冇嘅啊，係有睇下先我。好奇怪啊，我明明講話誒咩嘅嘛，即係有抽獎嘅嘛，點會冇咧咁樣？咁佢咧呢度都有寫噶啦，咁呢度有曲嘅，咁就算啦。如果有大家亦即係如果日本嚇、有興趣嘅話，就攞呢個曲去抽獎啦。因為祝你好運啦！如果你有幸去用呢個曲去抽獎嘅話，希望你中南亞喇叭。咁咧佢裏邊咧打開咗咧就係咁噶啦，咁就兩邊都一模一樣啊，咁就。基本上佢連個 packing 都冇寫到話佢係內個內容物係乜嘢，咁我諗統一方便啲啊，唔使特登又印喎，印多另一款係咪？個盒嘅側邊咧都有寫到噶啦，三至五分鐘加熱或者倒佢出嚟咧放落微波爐。加熱唔使技巧啦，啊揾個烹仔咁啊，啱啱好接近浸到，咁啊搞掂啦。好等緊食飯嘅時候，咁等係咩啦？點都要嗒翻兩杯嘢。貓叔今次咧就揀咗呢一款啦，唔係呢本呢款。咁呢款咧，其實咧我之前咧基本上我去親日本咧，我都一定會喺超市咧便利店咧就去買呢一罐同埋嗰啲明太子咧，即係嗰啲魚鱗啊，係啊。咁咧就夜晚咧就喺喺酒店咧，一路剪片咧就一路飲一路嗒嘅。咁呢罐咧就係 high ball 咯。咁 high ball 咧，其實日本人發明嘅，咁就係一個叫威士忌嘅蘇打水咁樣。咁呢，如果因為如果喺酒吧裏邊咧，其實咧呢一款咧都屬於容易做嘅。咁我有時候咧睇台灣嗰邊嗰啲一個節目咧。咁啊，有個酒鋪咧，就專講解嗰個威士忌嘅，咁啊，唔好消費佢啦。咁咧，佢都想以令我咧都知道多少少咧，high ball 嘅一啲知識嘅。咁其實 high ball 咧，你可能就咁望就咁簡單咁睇就話，你威士忌加冰，咁加蘇打水咁就搞掂啦。咁其實咧。裏面都有啲學問嘅，原來喺嗰個冰嗰、那個冰嗰度咧，已經係有一個好大嘅學問。因為如果你喺屋企自己整嘅雪櫃攞出嚟冰格嗰啲冰咧，嗰啲碎冰咧，其實咧就或者細粒，即係 even 你自己整嘅冰啦，即係你整個大丁啲嘅冰啦，都唔及出邊酒吧用嘅老冰嘅，因為咧佢個溶水咧個速度咧好高，咁啊出邊人哋酒吧用嗰啲咧就係、是、用。低温咧係慢慢咧令佢結冰，咁所以咧佢係屬於老冰，就屬於硬身啲，同埋佢溶水咧就會慢啲，咁變咗咧佢唔會咁一下咧就會淡化呢啲威士忌，咁同埋咧亦都因為你仲有嗰個蘇打水落去噶嘛，咁所以你變咗佢唔可以，你又要凍咧，咁你變咗你唔可以話。佢溶水量會好高，咁啊呢啲係一個小學問。有趣咧就係話，其實屋企咧係好難做嗰、那個啲老冰嘅，因為你要雪佢幾日，你要放喺下邊雪佢幾日，等佢慢慢等佢好凍好凍，然後再一路咧等佢結冰嘅時候咧，就淨係結面嗰層，咁所以咧就麻煩嘅。簡單嘅方法係咩咧？貓叔咧喺尖沙咀咧就有一間百貨公司咧係專賣12蚊嘢嚇，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邊間啦？咁咧地牢咧就有個超級市場嘅，裏邊咧呢一間咧就比較有趣啲咧，就係佢有好多好多嘅嗰啲急凍嘅嘢嘅，其中一樣咧就係咩？就係、是、威士忌用嘅冰塊，係佢有我記得好似有兩款嘅。有一款咧就係一磚嘅咁厚，跟一磚。咁另外一款咧就係一粒粒嘅，嚇咁就容易啲咁你放落去。咁啱一磚嗰啲，佢會比較你可能中意你想要切長條啦，又或者係正方都得。因為咧其實飲呢啲叫long drink 咧，即係去酒吧有時候攞你飲 long drink， 呢份係你飲簡單嘅一杯whisky cook。咁就嗰啲 whisky 係艾森，
用嗰啲長身杯裝嗰啲叫咩話？誒 ，Walker Seven 啦，係咪先 ？Walker Seven 好簡單啦。咁你如果佢要冰杯嘅時候咧，你如果就咁幾粒咧，可能冰唔幾粒冰咧，可能佢冰唔到嗰、那個成個杯嗰、那個温度。咁可能咧，即係講究啲啊。咁咧就會佢咧就會用啲長身嘅冰咧放落去，咁就去一路咁樣去 stir 咁樣。咁變咗咧，佢成個杯咧嗰個温度咧就會好一致咁樣。咁呢啲，所以點解你要喺出邊即係飲酒？你想要飲一杯真係 professional 嘅酒，同埋人哋教出嚟嘅味道係唔同，唔係話你就咁哦。你呢樣嘢溝嗰樣嘢咧，其實人哋嘅功夫就喺度，即係每一個人咧都有一份專業，即係每一個行業都有個專業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咧，專業做出嚟嘅嘢咧，始終咧都係唔同啲嘅，但係如果好似而家我喺屋企，即係你而家出去又唔識嘅都會推你，將五個人推埋唔相識嘅人都可以推埋一齊，然後就俾告票你嘅，咁我肯係咩啦？嘗試喺屋企嗰度盡量呈現我想食嘅嘢啦，係咪？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咁啊可以去嗰間超級市場咧去買嗰啲老嗰啲佢啲係老兵嚟嘅。咁所以咧就應該我相信可以重現到喺酒吧飲嗰啲 long drink 嗰類。不過講係冇用嘅，啊下次經過尖沙咀嘅時候買翻嚟試下，跟住揾我倒啲威士忌落去，睇下個味道係咪唔同，味道同埋嗰個用屋企嘅冰同嗰啲冰嘅味道會唔會有少少唔同 ？OK， 咁啊講翻呢個 high ball 先，咁咧。威士忌梳打水咧，咁其實可能咧好多人咧都即係飲唔慣酒咧，咁可能會有啲即係會怯一怯咁樣。咁但係咧，因為尤其是威士忌大酒咧，咁可能啲味道會比較勁啊嘛。咁但係咧，呢只新出嚟出嘅High Ball 咧，就係有咩嘅加咗檸檬。咁佢另外咧就橙色嘅。我上一次嗰、那個係對上一次去東京嗰陣時咧，佢試比較嗰、那個嗰啲明太子咧，我就飲嗰罐咧就係橙色嘅，咁嗰罐咧就係再勁啲檸檬嘅，因為咧其實咁你飲威士飲 high 我都希望想攞嗰個威士忌味道啊嘛，咁但係如果你咁重檸檬，你咪撳咗，咁但係當然啦，有啲人就始終都係覺得即係香厚啲嘅。其實如果想嘗試去試下飲 high ball 嘅話咧，我都推薦你飲呢一款罐裝呢一款，因為佢叫入門啲咯，而即你始終即係用大眾啲嘛做得，咁就變得易入口啲嘅。佢嗰、那個那個威士忌味咧，係個香氣喺度，但係咧你問個酒啊，咁呢度咧。7% 的酒精都不惹少的，如果你這樣喝一下都。那這隻呢普通版呢果然是跟橙色版呢龍版呢就是有時是都挺大分別的，就是那個檸檬的那個味道上面。那這個呢它那個檸檬呢是只不過是丁點而在那條脷度呢跳一跳嘅啫，嗰、那個酸味係啊，咁但係咧，佢完全係唔會撳咗嗰個威士忌嘅味道。相反咧，嗰、那個梳打水咧，嗰個感覺咧就比較弱啲。因為咧佢，我諗我下次自己試下整一杯試下睇下如果係用翻嗰只紅色招子嗰只超勁。超勁氣嗰只梳打水咧，日本出嗰只，咁咧睇下個感覺會唔會唔同。如果成日飲開啤酒悶悶地嘅話咧，可以貓叔推介試下呢一款，攞嚟配佢又覺得攞嚟配翻啲重味啲嘅嗰啲食物咧，可能都個感覺都唔錯。四分鐘食翻我呢個牛肉飯先。喂，四分鐘熱辣辣白飯。組合啦，好，揾餃剪剪咧靚仔啲。OK， 而家打開嚟睇下究竟裏面有啲咩先。
係真係有嗰、那個舉藥喎。咁啊，好睇嚟好似好過啊嗰、那個叫咩啊？嗰、那個上一次食嗰、那個咩幾廿年老店嗰、那個。OK， 注入嗱睇表面咧，而家就咁睇咧，嗰、那個汁液咧係都唔少噶。咁所以咧，配一碗即係正常嘅一碗白飯咧，日本米啊，咁啊應該係冇問題。咁啊，有時候就唔好太貪心，即係食得食呢啲咧，跟住就兩碗白飯咁嘅量咧，咁到時咧出嚟嘅時候咧，那個感覺咧係，譬如可能個汁唔夠啊咁樣咧，咁我咁就一定會大打折扣嘅。OK， 好啦，咁跟住咧我就整翻靚仔啲啊！嗱，肉咧都唔少嘅，你望落去咧都有嗰、那個好似啲肉咧仲靚過上次嗰碗。嗱，如果而家咁樣睇啊，感覺咧啲肉咧都唔差啊！嗱，我而家俾翻個近鏡睇下睇下，咁洋葱嘅量咧都好多啊，佢係。因為它仲是一片片的，你不是一條條一絲絲咁樣。咁咧就有一啲呢啲咁樣嘅，亦都咧有一啲咁嘅鋸藥絲嘅，有一條條嘅鋸藥絲嘅。香味啊，又有喺度嘅。開咗之後倒咗落去咧，我啲口水咧係即刻湧出嚟嘅。當然啦，貓叔當然係要食得再刁轉少少啦。點刁轉？肯定是加入蛋啦，冇錯，呢只蛋黃注入，哇，搞掂啊！咁呢一個咧就係我今日食嘅固力果出嘅 Dobuliting 牛當牛肉飯啦。有時候咧食呢啲飯咧，尤其是有呢個蛋咧，我都覺得好可以好療愈嘅，因為咧如果你將呢個蛋黃咁樣碾爆佢咧。其實我感覺咧係可以令人咧有滿足感，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同樣嘅感覺咧？跟住就撈勻撈一撈嗰啲牛肉，撈一撈嗰啲汁，哇！我覺得好療愈啊！哇！不過咧，雖然買咗呢盞網尾燈咧，都好難控制。因為佢啲色温咧，始終又成日有時候咧，都係覺得有啲藍，偏少少藍，唔知點樣。可能唔知係咪要再買個 light box 喺側邊再打個 side light 會好啲。呢個等我再問一下啲身邊啲攝影嗰班攝影師先。飯就組合曬啦，睇下食啦。嗱，香氣咧，佢就唔係好足嘅，但係是有淡很少的醬油香，香氣沒有其他那些那麼厲害。哇，這個不用說，我一開始爬呢停不到手，如果不按住自己呢是停不到手，真的一路爬下去。但是呢整體的味道呢是沒有那麼濃的，我覺得它可能呢是會有機會讓你預少少，你淋少少豉油下去，它的味道是差一圈豉油咯，即是个咸味方面咁样。咁但系相反，我就会觉得佢佢又唔会介喉嘅，即系呢啲调理包咧，好多时候咧都会惊，即系啲罐头嘢啊、即食嘢啊咁样咧，会好咸啊咁样，啲味会做到好重啊咁样。咁啊，佢呢一款就唔系嘅。咁样嘅话咧，一碗饭咧配呢一个咧个汁液。個汁液方面咧係啱啱好嘅，咁可以濕潤曬成個飯嘅。而家係咁啊！如果好似大家要好似貓叔咁食飯，一定要有汁嘅話咧，多汁嘅話咧，咁就咁嘅份量啱啱好。牛肉方面咧係有咬口嘅，但係咧佢就偏碎咗少少，因為你見咧佢都係一柱柱咁樣嘅，咁就唔似話上一次我嗰、那個雲月嗰、那個嗰一款，咁佢係真係一片片，又或者係好似 SMB 嗰只咁樣咧咁
咁即係都有個份量喺度。咁但係咧牛肉嘅味道咧，牛肉嗰、那個牛肉如果個分數啊，我諗我五分我會打到三分嘅，因為佢比較佢比較煮得比較腍咗少少，係啊，咁你所以食落去咧個口感咧就差啲，但係咧肉味喺度嘅。整體咧食落去嘅感覺係幾好嘅，幾良好嘅。因為咧，如果你講緊夜晚咧，夜難人靜咁樣飲完酒翻屋企咁樣肚餓，想揾啲嘢食咧，佢嗰個鹹度咧係好，即係佢個味道係比較平，即係 mild 啲嘅，簡即係淡啲嘅，清淡啲嘅。咁如果你當佢真係好似當正餐咁食嘅話咧，我咧就真係會。可能就會落翻少少豉油醬油落去，即係唔係即係落翻日本醬油啦嚇，日本醬油啦咁樣，咁咧就會我諗會提升我呢包嘢咧嗰個分數咧會多一至兩分。我食開咧真係停唔到手。如果我講緊佢同喺日本嘅料理亭即係餐廳食嘅牛肉飯咧。我會俾到八分，係啊，可以令我重現到喺日本食牛肉飯嘅感覺。不過暫時咧，嗱，如果我咁樣食過咧，我比較嘅話咧，我諗我暫時我都係推介大家咧買SMB 嗰只嘅。咁但係咧，我去翻尖沙咀睇咧，係長期咧就冇嘅，冇貨嘅，係得翻 SMB 嗰只親子檔嘅啫，即係雞，係啊。咁就我諗我試埋雞啦，下次，因為如果佢嗰個牌子做個佢嗰牛肉都做得咁出色嘅話咧，我覺得我諗我都會有，而家有興趣想試下佢個雞。咁另外咧不過呢一款 Dobriting 嘅即食包咧，咁其實咧佢有五款嘅。咁如果佢而家呢一個味道嘅話咧，我諗我有而家都有仲有好大興趣咧，會試下佢嗰只中華，因為佢裏邊有隻蛋嘅，聽講，即係佢打開話你內容物係有嘅，有隻鵪鶉蛋喺裏邊，同埋試嗰、那個雞飯。咁啊，大家如果有興趣咧，亦都中意食呢啲調理包咧，又想感受得下，睇下可唔可以喺翻日本個感，之前去翻鄉下，翻鄉下食飯嗰種感覺嘅話咧，咁大家可以試下買呢啲調理包，感受一下嗰種，希望可以睇下可能重現翻咁嗰種感覺啦。咁當然啦，每一種食物即係每一個味道同配合唔同嘅人咧，即係食落去咧個感覺都唔同嘅。因為每一包每一個調理包都有佢自己的故事噶嘛，每種食品啊都會帶俾你唔同嘅故事噶嘛，同埋嗰個記憶係嘛，最緊要即係唔係個過嗰、那個，即係有時候。那樣嘢唔係話佢本身嘅好壞，係最緊要係同你互動嗰種記憶，係啊。咁啊，今次啊食咗呢一款固力果出嘅，開一隻唔知啊，原來固力果又出，原來係固力果出，我以為固力果淨係出咩咁啊？百力滋啊，有興趣試下啊。咁啊，另外配翻罐。啤酒，咁啊唔錯噶啦！如果中意我的影片啊，撳個 like； 如果想繼續收睇，撳個訂閱，撳個鐘仔就可以知道我最新嘅影片。咁啊，近排都係武漢肺炎嘅關係，所以喺屋企抗疫啦，咁樣，所以變得多啲時間去拍片。當然啦，最重要就係話，如果唔介意我貓叔拍片嘅 style 嘅話咧，感謝收睇。最重要咧係打下蛋落去，嗰、那個最緊要啊！啲蛋咧要生係日本蛋啊，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個肚應該頂唔住。有隻蛋黃咧，那個味道咧唔同，即刻深層次咗，即濃香咗。有興趣試下？我記得激安好似有得賣，連埋中華嗰只同埋親子當中好似有得賣。拜拜。